到那边去，像李倩蓉这样的来看过来脚，就是看那个什么剑，什么剑，那个是很凶，什么剑那个叫什么？拍一张近照，飞机那种什么忘记了？李倩蓉的，啊对，李倩蓉是这样。哦，阿帕契的，阿帕契，你去给他挑挑，好，先帮你买买。这样啦，这样的 ，baby。哎呦，他跳下来嘞！放弃，放弃，现在应该你之前有放弃，放弃下来嘞！不要下注，他根本不怕人啊！这是他的相处，他们连狗叫声也不怕。我已经习惯了。哎，你要过来，哎，你要过来。还有，所以，请你们看一下，你看这椅子有几张？360，不是，上面有数字，然后有编号的，是365张吗？对啊。哦，一天做一张，一年有365天，然后这个世界的行业有365行。是他都有他的用意啦，你不要以为他们就呆呆的认。阿浅，里头主题曲365个日子，多好的地方。你要知道，你的三不五十，两个人手牵着手，然后最好是晚上，夜下无人私语时。上百年。叶老师，亚亚克有历史，差不多几多年？日治时候还是清朝时候？可能。啊，您看一下这个漂亮不漂亮？嗯。所以你知道，有时候你出来外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欣赏啊。那这个是日本时代的建筑。这个吗？这个音乐台。对。那当时也叫做音乐表演台，也是这样的功用吗？对。记住啊，刚才不是给各位提到吗？它这有几个椅子，365个椅子，每一个椅子可以坐几个人？3个。可以坐3个，可以坐4个。四个。所以这一共可以坐几个人？1000多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呢，有一次呢，那个时候党外还有选举的时候，有人就常在那边举办啊演讲发表会。嗯。那明明好像还有稀稀落落，他就可以说，今天你知道已经有20000人在我们现场。哦。没有，吹落去，不要。